平日里瞎胡闹我都由着你，按照毁人清誉的话岂可乱说。他那么带个男人回家还有什么事？裴莹莹，打小你就爱跟一华过不去，但你也不能如此口无遮拦。为什么买通林翔让他下山？一华和云归失踪是不是也是你搞的？干嘛说话这么难听啊？他们俩失踪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奇了怪了，他们俩大户人自己躲起来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哪个眼睛看见我绑着他们手脚不让他们下山了吗？一华从来没告诉过你他要下山，你也根本不知道他和云归到底去了哪里。回答我。我就是觉得他们俩既然是一起消失的，那肯定就是想过二人世界去了。胡言乱语，黑夜天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方长天，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？你觉得我裴莹莹就是这样心思恶毒的女人，每天挖空了心思想要陷害余华，恨不得一举将你的心上人送上黄泉路？我告诉你，我裴莹莹就是这样心思恶毒的女人，我恨不得一华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谢谢。不必了，帮你的人不是我，我爹是祥云县的父母官，一华也是他的子女，他不会坐视不管。莹莹，上次的事儿，你的一华要被人抢走了，快去追吧，帮不到。若你真的那么喜欢一华的话，便抓住这最后的机会。言尽于此，我先走了。莹莹。